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啊，合掌当胸，啊，那，啊，熟悉就早上的啊所说的这个观想，啊，导入呢发菩提心，啊，为一切众生共同来，啊，念佛，啊，求生极乐。首先呢，啊，我们观想阿弥陀佛啊，百丈金身呢在虚空中，还有观音四字啊，清净海众。接着观想我们的啊点心香之后呢，啊，这以六尘来供养，啊啊，这个心中有心炉啊，心炉点心香，心香飘渺，普遍十方，供养阿弥陀佛观音四字清净海众啊。那么接着呢啊，以设法啊，这个香花啊，灯烛啊，还有呢床幡啊等等，这些以形色为重的啊，那么做种种的供养。这个啊香香花香呢啊，花灯呢，啊，花灯啊，花还有它还有味尘啊，那香香尘啊，也跟也有它的香味啊，味是吃入了啊，吃进去啊，那么香是闻香啊，那么花也具有闻香的功能啊，那么色法它也是色法啊，那种种的花。啊，牡丹、芍药、莲花、菊花、兰花啊，桂花啊，还有这个啊，杜鹃花啊，茉莉花、梅花啊啊啊，这个还有种种的兰花啊，特别最重要的莲花啊，金黄色、白大如车纹啊。那么还有呢，一对对、一排排的这个床幡。我们心中点的馨香啊，馨香是这个沉香、沉水香，上好的沉水香，啊，还有旃檀香，啊，旃檀香跟檀香不一样啊，旃檀香，啊，还有嘞啊，这个啊，这个上好的这个啊，这个这植物的种种花香，啊，都一起来供养，点燃了做供养。啊，还有呢，药草、药草香，矿物香，比如说，啊，还有那个那个树所形成的那个脂肪，啊，那种，那些喜安香就是，啊，点燃，哇，穿透很远，啊，香点了，啊，这个床幡，那这个幡呢，上面写的佛号。庄严，啊，那么呢，床呢有那个阿弥陀佛观音四字啊，乃至于啊极乐世界相关的这个啊咒，主要是往生咒的啊，还有一个大悲咒啊，也可以，也是在虚空中一对一对一排一排。那么还有生辰啊，种种的乐器啊。那么呢，中西乐啦，乃至原住民的音乐的乐器啦，哈，无非啊就是管乐啊，这个箫笛箜篌啊啊，这个吹的啊，还有呢啊，喇叭定那这个啊，法国号、伸缩喇叭、小喇叭、唢呐啊、笛啊等等这一类整合在一起，乃至于还有笛。啊，陶笛等等啊，都可以用啊。那么这个管乐、弦乐呢？啊，钢琴的这个喇叭的吉他啊，琵琶啊，这个扬琴啊，扬琴虽然它是用敲击，但也是弦乐啊，扬琴啊啊，还有风琴啊，当然还有管风琴，应该算是管乐啊。那这种种的弦乐，嗯，还有呢敲击乐啊，
琵铜钹鼓铃等等这些种种的编钟等等，哇，好多好多，都把想象在虚空中和鸣成为战佛战法战僧的音乐那么未曾供养，我们用种种的上妙饮食主要是米面馒头包子还有种种的甘露这个美味的这种乳汁营养汁，营养成分非常高还有呢这个种种上好的蔬菜，当令的蔬菜的，就是一盘一盘的在那金色的盘上，盘子下面有云供养十方遍满虚空主要是供养阿弥陀佛观音世世清净来众未曾供养完了之后呢，畜生畜生里有畜这法座这个宝塔亭台楼榭哇这些建筑物还有呢这个金刚座莲花座，最后还有身上的天衣袈裟极尽豪华极尽呢庄严的这些器具的供养阿弥陀佛观音世世清净来众。要观想法之前我们的发菩提心就是观想法这是通途道的观想发菩提心，愿一切有缘众生共成佛道，同生极乐，回路娑婆，共度有情。这时候观想我们前方祖师大德，我们认识的现前的大德等，在前面带领我们拜。我们的左方有父执辈男子的眷属父亲祖父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儿孙男众，我们的右边祖母母亲姐妹过去世左边是还有过去世的丈夫，右边过去世的的太太夫人还有呢女儿子女等在我们右边，那这都是我们的叫做报恩德了那再来我们后方而且在观想观想上方，上方呢天人天修罗在上方欢喜跟我们喜一拜，后方呢人畜生恶鬼地狱众生蒙佛加倍地狱众生能来到眼前这样观想，那他们呢容貌丑陋身体障碍乃至于还有堕胎婴儿在那里，那我们呢愿将拜佛功德回向给他们，这都是我们以前伤杀掳掠欺骗迫害所受伤的一切众生或者因我们的种种愚痴无知所造成伤害的众生，都在我们后方。这样观想也具有消业的功能那么呢，他呢跟着我们一起拜，我们愿意念念称念佛名，口中放光，身上放光，弥陀佛欢喜加倍之光等等种种修行有关的这个光加持我现在所说的所有一切众生，特别是我后方还有来自于畜生我们吃的鸡鸭鱼猪牛羊这里在后方他们呢身心愉悦受到加持愉悦，这样观想观想我等呢往生极乐，也将是功德带回向给他们，也一起能够同得同生极乐，至少能够有的部分能够投身善处入三宝之家，乃至得以闻法出家。
不然文法出家也能够呢做三宝弟子护持佛法，这样子观想完了，哎，这是发菩提心，以法供养，最后要与大众眼观圣相，口称圣号，身作礼拜，鼻嗅供佛之香，啊，称念佛名，意则发起深信切愿，愿我等一同，现在是等了啊，大家，我等一同，临命终时，欲知此事，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啊，刹那屈身必请，啊，蒙佛接引，刹那即至极乐世界，早早花开见佛，悟无生人，悔入娑婆，广度有情，圆满菩提之道。不是观想发心愿，这是最好的法供养。不是供养以眼观圣相，口称圣号，耳听法音，身作恭敬的礼拜，鼻嗅供佛之香，心念则起信愿持名，自心不动摇之念，万缘放下，信愿提起，六根堵塞，净念相继，念听拜，南无阿弥陀佛。